这是我们用 CNC 车床车销所做出来的花瓶，它的材质是铝，然后因为 CNC 的关系，所以将它分成上下两节，这是上节的部分。这地方接正极，这地方接负极。好，它可以自动感测到。好，最后，我们再将它跟花瓶做一个结合，就成了我们所做出来的香炉固芳香器。